还有烧饼、千层饼，等会要来买。我们先去找那家南瓜饼，就在这个前面，宫廷糕点这里，我们去看一看。那个南瓜饼还有吗？要等多久啊？15分钟可以啊。你要一盒吧？我想要一点。拿个麻糍。加鸭蛋的要加菜不？要的。两个饭团。支票上2元。我想要一个麻糍。麻糍一个。哦，麻糍好。哎呀，饭怎么就掉过了？我一定要包包卷。一个麻糍，圆鼓鼓的一点的，第二个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稍微大一点。圆鼓鼓一点的，我还让他。就那一块吧。嗯，这个，我也不收，我一个人。好了。谢谢。你好，烧麦有吗？麦嗯，几个？两个。啊，4块。4块是吧？嗯。嗯，好了。支付宝到账。谢谢。叔，我等你的南瓜饼。好的。这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慢慢的。4个鱼坨。4个泡芙的。哦，6个吧。然后这个脆底小面包我要4个。要4个。嗯。这个面包多少钱一个？6块。要一个豆沙的呢？一样都一样。嗯，要一个豆沙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要4个。好的。25.3是吧？嗯。下面这个是什么面包啊？谢谢。下次要来那边有电话，拿个电话给我。好，谢谢。才25块钱，那个面包6块，太便宜了这个。坐下来，点了一碗肉片汤和肠粉。妈妈，这么多东西。先来吃我的南瓜饼，刚出锅的。收紧我。里面的馅糯叽叽的，一圈芝麻可香了。太好吃了，这真的好好吃。这菜市场咋不在我家旁边？停下来，给个机会吃其他的，哈哈。
脆皮小面包也想了老久了。上面薄薄的一层是脆脆的，涂了蜂蜜糖浆。甜甜的，好好吃。面包属于老式风格，蛮有韧劲的，但现在找一家卖的店不多了。买一个麻雀，还有烧麻，打算把它放进去。因为我买的时候就知道这麻雀是空心的。麻雀烧麦完成。麻雀烧麦。麻球油润润的，配上糯米烧麦，绝了！麻球比烧麦好吃。真的很好吃。这样的搭配怎么会不好吃？吐司很有韧劲，里面的豆沙不是很多。终于要来吃我的肠粉，9块钱的鸡蛋肠粉又片汤11块钱，鸡蛋肠粉没有任何其他的配料，但感觉还蛮好吃。肠粉很嫩滑，酱汁偏甜口，都来加点辣椒试试，差点没把我辣哭。好喝，第一次吃又片汤又快，好 Q 弹。怎么办？这个南瓜饼也太好吃了，给你们看。反正就是很好吃，而且一定要趁热吃。要给你们夸一夸这家南瓜饼的师傅，他这个大吐司只要6块钱，然后我这样一袋是买了4个蜂蜜小面包，然后一盒南瓜饼，一共花了25块。我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，下次来买可以提前打他电话，这样子就不用等了嘛。因为南瓜饼我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做，他是现做的，所以真的超级好吃。